我卡墙了。哇，短了一点。蹦蹦。哎呦。腿好短哦，配件。我卡墙了。哇，短了一点，爆它好了。这边有一根天灾钩，哎，哎呦，我带这个配件好像没玩到哎、欸。E E I N E N， 感谢九个月，谢啦。爆炸啦！交易，感谢八个月。Yes, Lin， 感谢，又送了个订阅，美短猫，感谢，谢谢41个月。我后面是不是有人？我刚好听到脚步声。他没看到美短猫说什么。刚好被洗掉。好，太远了吧。三山腰洞了，谢谢，跟风的音乐，对啊，他上会跑，没有，那是因为我想玩这个配件，我不按砍错补二飞右键他就死了，是因为我想要玩这个配件，哎呀，没管，我想玩那个紫配，
一下好了。啊，卡墙，好烦哦！根本玩不到这个配件啊，因为配件真的是没用到一个不行。因为根本就没有人愿意在板子前面晃，没什么用，累活烂。复制的匹配，加距离，或者是回复的，或者是减晕眩时间的都很强啊。刚好是那个台湾人。黄佩是让你的那个飞行飞出去之后，可以想的时间会变久，就是你那个捏手的动画会变久，那个动画会变久，不会那么快进那个晕眩。我带这个是为了要跟紫佩配合着玩，可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在那个的。现在不玩不带加距离的都很丑，还好吧？没有加距离的也不会打。哎，我没能量，我想飞回去说。但没带加距离的也不会丑到哪里去啊。只是看他怎么操作而已。一再感谢20个月，对吧？好，我真的太完了。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玩一手。大猪，对不对？这个敲晕哎。影响很大，没什么影响哇。我是在修发电机，不是退步，好吧？想给他们修啊，给他们修啊，要不然根本没什么差。我就是想来玩这个配件的而已，不是来全抓的，真没什么机会玩到配件。不是哦，抓人没有很难哦，这个游戏难是难在你要玩配件这件事哦，抓人一点都不难，难是难在你硬要玩配件的难，其他都蛮简单。要抓的话，其实一开始，局一开始就要死了。
想说没什么差，玩个配件，结果其实也没玩到，因为这个配件真的不太好用。我被那个紫配没什么用，这配件真的是没什么用。布雷特，感谢音乐，谢啦，感谢。还有一个是有意气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要死了。走私用，没有这个配件就是好玩的而已啦。就是好玩用的配件嘞，没什么用。TK.exe 降价啦，盗版外挂轻松入手，就趁现在。还在受到正版外挂的迫害吗？怎么了？啊，怎么多一只鬼？对面只有三个人哎，多一只鬼，而且这鬼会动哎。他走路超快的，他作弊，他作弊，那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，你知道吗？合理开挂，你最好的朋友 TK 点 EX， 现在加入每个月只要77块台币，立刻订阅 TK 货架 TK 点 EX， 不必再用法令看生命，你也能是 DDD 炸鱼高手 TK 点 EX。生法落法纯属自然生理现象，秃头不在本产品保护范围，使用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。